电视，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法华经现在讲的普门品，普门品第一番问答，先说明免期难，就是总答别答，总答里面说完之后，别答有免期难、离三毒、满二求，现在是讲第一段，越口越记明音。明清难，清难第一是火难，第二水难，第三罗山难。上次就是讲到罗山难，现在接下去第四啊，是讲刀杖难，这个世间的这个灾难是有很多种的。这只是举出比较常见的几种灾难，火水罗刹里面即风难啊、水火风三灾大小三灾，这是世间最普遍的灾难。那么除掉这三灾之外，第四是讲的刀杖难啊、经文若福由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知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这就是刀杖呢。世间上人道众生，如果有人遭到这个严重的生命危险，有人要拿刀来杀害他，很危急的时候，临当被害，临将要被对方这个伤害了，就是这个刀加以身，将要被害，生命很严重的危险。这个时候，那么这个人如果晓得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称观世音菩萨名者，还是不忘一心呢、总大里面的那个一心称念是最重要的，那个一心就是脱难的根本缘由啊、假如这个时候不管他什么样的灾难啊、就是刀夹在身上，还是不畏不惧，专一起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南无观世音菩萨，不管是出生念或者是心里默念，功德都是一样，同样能得到感应啊、如果在这么危急的时候能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彼就是指对方这个要伤害人的拿刀的这个人啊、所知刀杖，手里拿的刀或者是杖是木棒之类的，不管是刀是杖，各种的凶器伤害人的东西工具啊、他加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啊，寻断断坏，寻是随时了啊、刀砍下去刀就断了啊、杖打下去木棒也断了，不管你用什么东西来加害他都会坏掉，不会伤害到这个人的身体啊、由此啊就得到解脱，而得解脱啊、因为这个既然是刀杖打下去砍下去都伤不了他的生命，
当然由此就可以得到解脱了。这个文字浅显，容易明白，这是所谓越四识，越四相上顺文字解释。第二引四证，引出这个事实证明来。要引四证之前啊，比对前面的活与水，活与水这两种灾难，先把它比较一下。这里刀杖就是说，第一把刀拿来砍下去断掉了，他再拿第二把刀来砍下去照样断了。无论你拿多少刀来砍它，照样是砍不下去，都会断掉，不会伤害到它。那么就是说，刀有重来的可能啊，甚至三次五次重来的可能。那么活与水是不是有重来的可能啊？活可能有，活有重来啊，水比较少了。例如说碰到大水灾嘛，只有一次嘛啊，这次水灾过去了，应当不会接着马上就跟住来。虽然可能有啊，但是这种的可能性比较少了啊。那么刀随时拿来，随时啊都断，火水如果重复再来，是不是能够同样得到免难呢？相同的啊，火难水难如果有重来，照样的免难啊。不过这个机会比较少就是了。例如古代的这个竹长树啊，那么前面说过的，那么真正遭到火灾的时候啊，他的房屋不会被烧。可是有人怀疑，这么奇怪，难道他的草房子就不怕火吗？半夜呀，从他的房子里啊偷偷的放一把火，照样烧不起来。这就是可以知道火是有重来的啊，水是没有这个经验啊，万一有照样可以免难。不过刀是随时可以来啊，所以要说明寻断断坏啊，你再来再断再坏啊，我无论如何多少刀来伤害他，照样不会遭到伤害，由此得到解脱。那么至于这个事实的实际情况，我们举一个例子来。明朝末啊，明朝就是清朝在往前的这个明朝啊，明朝末就是由这个张献忠的灾难了啊。张献忠啊杀人如麻，这个张献忠是最可怕的。那么他跟这个李自成两个人把这个明朝的天下搞得大乱，而且丢掉天下变成清朝，都是由李自成与张献忠啊。这个张献忠的杀人呢，这什么没有道理的乱杀了啊，看到人就杀，所以他有七杀师啊。那么他没有什么理由杀人呢、啊、他就随便说过理由了啊。他说天生万物一养人，人无半点暴天性，杀杀杀杀杀杀杀，他的七杀师。他说天生万物来养育你们这些人嘛，没有半点暴天之心，那么你们这些都该杀，所以是连七个杀字啊，就是七杀师有名的。张献忠他杀人呢、啊、是不辩言啊，他以杀人为乐。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啊？那个时候有个青年呢，河南人，河南啊，河南有个青年呢，他姓张啊。这个姓张的青年啊，正好碰到张献忠啊，被抓啊，抓去啊，当然也被杀了。很奇怪的，这个张献忠的一刀砍下去啊，断了，刀断了。张献忠觉得很奇怪，我的刀是最利的啊，杀了不晓得多少人，为什么碰到这个青年，他的脖子难上，难道他绑上贴吗？有贴皮吗？为什么砍不下去啊？一把刀断了，再拿一把来，重新再拿更好的刀来砍下去，照样断了
啊，连这么几次都断了，他就问这个青年了，这姓张的，他说你有什么法术啊？哎，我的刀为什么砍你的脑袋就砍不下去？不但你的皮肤都没伤害啊，我的刀都断了，难道你的脖子是贴的吗？他说没有，我一样是啊，肉身的凡夫一样的啊。那为什么有这种功力呢？你有什么功夫呀？他说我也没有功夫，我只是学佛呀，平常会念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你既然要杀我啊，我也没有办法呀，我只有专心念观世音菩萨啊。哦，原来如此啊，你是个好人，因此就放他了啊，就不杀了啊。既然捡到这一条命啊，他跑去出家了啊，这个命是捡来的啊。如果不是这个刀砍下去，不但不会把他的脑袋搬家，而且还捡到生命啊。那么非常的感谢菩萨的护持保佑，因此跑去出家。那么出家之后，他的法名啊叫做行仁，修行的行啊，仁慈的仁。那么从此之后，他一生专修这个大悲法门，就是念观世音菩萨。他会念观世音菩萨有个原因，他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啊，在读书，在白鹿洞读书。他在读书的时候啊，碰到一个艺人就是个出家人，很有修行的出家人啊。他碰到他呀，他见面的时候，这个出家人就告诉这个姓张的青年啊，他说你呀不久会有大灾难，有生命危险啊。他说那我怎么办呢？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观世音菩萨才能救你，你好好的持念观世音菩萨吧，否则恐怕这个灾难难免了。那么从此之后，他整天整夜都在念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因此碰到张献忠的时候啊，才能刀断断坏啊，得到这个实际的证验。那么后来出家就叫做行仁法师啊，这是明朝末的实际故事啊。还有一则大家所知道的永明元寿禅师。永明元寿禅师，他是五代之末啊，宋朝之初啊，是钱穆王，就是这个五岳王钱穆王的时候啊，他做这个地方上的一个税务官，税务官好像是现在的税捐处这一类的啊，在做税务官。那么税务官他也管钱啦，有很多钱啦。他学佛，他最喜欢做的就是放生。放生，那个时候放生很方便了啊。那么例如说有鱼嘛，买鱼就可以拿到西湖去放生了。他是杭州人啊，所以他经常啊看到动物可以买的，他就买下来放生。那么他自己的钱买光了，没有钱了，没有钱，可是他看到动物啊，他就想买啊。那么因为这个动物如果不买下来的话，他就有生命危险啊，会被人煎煮吃掉，那么因此他自己的钱用掉了，就是用国家的钱了，用公库了，开公库，他没有办法嘛，为了要救这些生命啊，他也忘掉自己这个违法的事情，将来会找到麻烦啊，他也不管了，那么就把这个公家的钱呢，税务里面所收的钱呢，也拿去买物放生，结果上峰来查账的时候发现。亏空很多，那问这个他在家是姓王了，您把钱拿到哪里去啊？他说我也不是我自己用掉啊。那你不用掉，你钱哪里去啊？他说我放生啊，我哪去放生？哈，这不行啊，放生怎么可以啊？这国家的钱你哪去放生啊？你们当然抓去了，后来就判死刑啊，就用公库的钱判死刑，判死刑到了这个。要斩的时候，古代都是砍头的了。他心里想，我一条命换来很多众生的生命啊，也是这个代价是够的啊。他心里心安理得，无所谓啊。这个视死如归啊，学佛嘛，懂得佛法，视死如归，无所谓啊。反正我救众生的生命，我放生放了很多很多，现在有这个机会啊，
哎，我纵然是丢掉我一条生命，值得的啊。那么他不忧不愁啊，很乐观的，在这个刑场啊将要斩的时候啊，那么就问他你有什么交代啊？我什么都没有啊。那你觉得不是很冤枉吗？不是自己用钱，结果也把生命丢掉了。他说这个没关系，这个价值够了，因为我救了很多生命啊，我一条命换很多命，这够了。我很愿意的啊，无所谓。那么硬是这个刽子手啊，拿出刀往脖子就一刀就砍下去，这个刀就断了，断成两个。奇怪呀、啊。他的脖子斩不断了、那么再拿第二把刀来砍下去，照样是断了，再拿第三把刀来也是断了，断了三把刀。哎，奇怪呀、啊、反正他的脖子就砍不下去啊，这个刀伤害不了他，因此既然斩不下去嘛，就把这个事实啊申报到上峰啊。这个人呢、啊、用三把刀砍都断了啊，那么没有办法杀他，这怎么办呢？那么因此皇上这个当时是吴越王啊，就把他这个查问了。他说你有什么功夫啊？他说我没有啊，我是放生啊。那么因为用了公家的钱，钱不是我自己用，我是拿去放生的啊。那么既然是放了很多生命啊，我一条命我愿意舍了啊。可是他斩不下去，是他的力量不够，不是我不肯让他斩。那么吴越王听到这么一回事，吴越王也信佛呀，那么就放他回去了。他说你没有罪了啊，既然是刀砍不下去啊，那就是菩萨的感应了，你没有罪，就是放他。不但是放他了，还回复他原来的官位了。那你再做官吧。他说我不做官了，这条命捡到了我还做官啊，我不能再第二次再来了啊。那么因此他就丢官了，不要做官啊，舍掉他的官位跑去出家了啊。后来就成为永明元寿禅师，他是亲近这个天台国照禅师啊，就是法眼宗的第三代啊。那么由这两个故事可以知道啊，有这个事实证明啊，假如真正遭到严重灾难的时候啊，身念观世音菩萨是由这个事实证明可以得到免难的啊。这是刀杖难的四证。刀杖难的四证很多了啊，感应录里面记载很多，现在只是举出这两条来做参考啊。当然不能试验了哈、不能测验了，看谁的脖子试试看，那是不行的，这个不能开玩笑啊。不过真正遭到这个严重灾难的时候啊，那是必定会有感应啊。那么这是银四证。第三，越观是啊，以修观方式来啊研究这个刀杖难的意义啊。在智者大师的观音一书里面啊，他把这个刀杖难的刀杖啊用娇慢来比，娇慢，共高我慢的慢，这个慢啊是根本烦恼之一，贪嗔痴慢疑，慢就是我慢啊，这个慢心是贪嗔痴之后就是慢啊，六种根本烦恼，慢心也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啊，不正见。贪嗔痴慢疑五种是五顿时。智者大师在观音一书里面，他的观师就是拿这个娇慢来比刀，比刀啊，这是娇慢如刀啊，这个慢心如刀啊。因为这个我慢的那种的气氛呢、啊，很像刀，很像刀啊。所以我慢三高，法水不容啊。假如你有这个共高我慢的心，你看这个傲慢的人呐、啊，他走路啊，他的肩膀都会好像有大风在吹一样啊，摇摇摆摆的哈、看起来这个还蛮有势力的样子啊，看起来很可怕啊。所以这个傲慢的心情啊，跟刀差不多的啊。所以用慢。用刀来比慢啊，那么慢
在唯识里面讲有七种慢，有七种慢啊，就是慢、过慢、慢过慢、慢过慢也叫做过过慢，第四的我慢，第五正上慢，第六逼劣慢，自甘逼劣的逼劣慢，第七邪慢，按照唯识说这个慢有这七种。第一个慢呢、是很普通的傲慢心，人人都有的，就是以劣济己甚，人家不如我，我就瞧不起他。凡是普通一般的凡夫，无论任何人都会有这种心念，这就是很普通的慢心，看到别人不如我，那我就瞧不起他，以劣济己甚，人家劣不如我，那我胜过他，那么因此我就傲慢心生起来了，这个只有一个慢字，叫做慢。第二的过慢呢、比普通的慢心超过一分了，更严重了。什么叫做过慢呢？以等济己甚，跟我们差不多的，彼此差不多，彼此彼此的，彼此差不多的能力，他硬是说我比你好，我赢过你，我比你强，你不如我。彼此一样是六年读书，六年毕业啊，他一定要说我比你强，一样是高中毕业，他说我要比你强，你不如我，一样是平头的这个能力，可是他偏偏要认为我比你强，以等济己甚，相等的能力，相等的财富豪贵，但是他必定要认为我比他强，我比你厉害，我比你高，这个叫做以等济己甚，这个叫做过慢，慢上又超过的慢心，这个就比较严重了，比较严重了啊！目空一切啊，眼睛长在头顶上啊，那就比较严重了。第三更严重了，慢过慢，慢过慢呢，以胜计己胜，人家实际上比我好，胜过我多多，可是我硬是说那算什么呀，我还比他好嘞，我比他强多了，你们是不懂啊，他哪有我厉害啊，我比他厉害，我无论是哪一方面来比较，我都比他胜，以胜计己胜，这个叫做慢过慢，也叫做过过慢，是慢上加慢，慢过慢，这个最严重的。这种的慢心啊，往往由这一念慢心最后伤害到自己生命，世间上这种情况是很多的。第四，我慢，有我就有慢，我知啊，有我就有慢，所以第七莫哪是我是我见我慢我爱他这个四种根本烦恼他执着有我例如说这个身体是我的，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我见我执，我执当提就有慢，有我就有慢所以叫做我慢那么这个我慢必定要破除我执啊，才能消灭掉的所以我们反复除掉上面三种慢，有一种之外啊，有这个身体必定就有慢心所以叫做我慢。第五的逼劣慢第五的正上慢，正上慢，正上是正上法，以正上之法起慢，叫做正上慢例如佛在世的时候有一种无闻比丘啊，他对教理不懂，他只会打坐修定可是他定功修成了，得到第四禅世界第四禅的禅定，他得到第四禅啊，他因为教相教理不懂啊，把第四禅当作第四国阿罗汉，把四禅当四国那么四禅呢、连三界都还没有烦恼都没有动就是见惑也没有动那么因此他把第四禅当作第四国，这错得很大这个
第四阿罗汉国就是叫做正上之法了。以阿罗汉国的正上法，把四禅当四国而升起慢心，我得到阿罗汉了。嗯，因为他得到第四禅呢、啊，贪嗔痴的烦恼啊，种子扶住不起现行。有禅定功夫啊，能够把贪嗔痴的种子压缚住，不生起现行。既然贪嗔痴种子不起现行啊，他自己觉得心地蛮清净的，他以为啊，我就证阿罗汉果了，这个境界跟阿罗汉没有两样啊，他就以为自己证到阿罗汉果，这未得未得，还没有得到的，以为已经得到了，未证未证，还没有证到的阿罗汉果，他以为已经证到了，可是他一到外边去啊。碰到各种境界呀、啊，贪嗔痴又升起来了。这个时候他就诽谤了。佛说法说阿罗汉没有烦恼，这不对呀、啊！我证阿罗汉果为什么有烦恼啊？由此就升起谤法之心啊，那就会堕落，问题就更严重了啊、所以以正上法起慢，那就是因为不懂教理，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学佛呀，必定要先懂得教理。盲修瞎练呢，有危险啊！那么这个无闻比丘不懂得佛法，以正上法起慢啊，那么就叫做正上慢啊。这个正上慢在其他的尤其在戒律里面经常会提到的啊，也曾说过的啊。这是第五、第六的逼劣慢，自甘逼劣啊！我不如人家，我就不如吧，没有什么。为什么了不起啊？那么就是把自己呀、啊、看得很低啊，自甘逼劣啊，那么也不敢啊，希望往上啊。我从前住在狮头山了，狮头山山上有一个老人呐、啊，老阿伯啊，哦，老太婆，她很发心，每天都扫路啊，从山顶上的这个石级一级一级一直扫到山底下。哦，这个天天扫这个路，很吃力，很辛苦的。可他天天在扫，啊，他也不厌其烦，也不会觉得辛苦，天天就在扫路，啊，扫得很干净。那么大家对他都很赞叹。有一天呢，有个居士来了，学佛的居士，他懂得佛法呀。那么往上爬爬山的时候，看到这个老太婆在扫路，扫得很干净呢，他就赞叹他了，啊。啊，这位老菩萨，你这么发心啊，把路扫得那么干净呢、啊，你这么用功修行啊，将来你就一定成佛啦！赞叹他将来一定成佛，你还把一听为神佛啦！哦，赞叹他将来成佛。这个扫路的老太婆一听到叫他将来会成佛，他吓了一跳，啊，成佛我怎么敢想啊？我也不敢想成佛，我这么愚痴，我什么都不懂，我那怎么能成佛呀？这个居士又吓了一跳，哎，那你修行不想成佛，你要做什么呢？啊，那你扫路啊，修行啊，你在山上修行，那你不想成佛，你想要做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我啊，最顶多啊，将来啊，搞会做抓地啦，搞会做扫头卡啦，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啦，我怎么敢想成佛？他不敢想成佛，成什么？成佛奴，成佛的奴隶啊。替佛抓得啊，监察，替佛扫地啊，这个就是一听觉得很奇怪啊，就笑了。他说：“你这样子想啊，将来你会失业呀、啊，哎，新加坡啊，他怎么会失业啊？我告诉你，极乐世界哈，佛也不用你抓得呀、啊。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的时候，经常长满，他的水也不用抓了。”啊，也不用煎的，那你到那边也没有得好抓了哦，不能抓得了。扫地嘛，极乐世界微风吹动啊，经常干净啊，吹得干干净净的，也不能扫地了。呀、啊，你后摆去极乐世界含扫帚嘛无，啊无你抓只机器。那你到极乐世界，那么也不能替佛做监察，也不能扫地，那你不将来就死业吗？那你如果是不敢想成佛，你修行不敢想成佛，只想替佛祖抓得扫头卡，那你将来只是做想要做佛奴，佛没有奴的，佛很平等，人人成佛，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都能成佛，难道你要到极乐世界替佛扫地吗？那边的地不用扫，抓得吗？那边得不用抓，结果你到极乐世界你就失业，失业怎么办呢？再回到娑婆世界来，这边有地好扫啊，你来普门讲堂扫地好了啊。那么因此这就这种人呢、他不懂佛法，他不敢想成佛，这就叫做毗连慢。还有一种他不认识字啊、那么当时我在山上提倡叫大家要好好用功读书研究教理，有一个老人呐、他那个时候他六十几岁了啊、他不认识字啊、他我因为山上的主要的工作啊，他的修行啊就是低头别我做金我做货啊、这是他的修行功夫啊、因此那个老一辈的他都不赞成人家读书的啊、我在提倡读书啊，他就说他就当面跟我说，俺没读书没十多种书两岁，你懂不懂啊？我没读书照样活到六十几岁了啊、后来他还活到七十几岁啊，他没有读书啊照样活到六十几岁啊，还不是一样吗？啊，那你读书读了那么多，将来还不是一样子跟我活到六十几岁啊？他就以这种的方式来看了、觉得好像是读书没有用啊，好好的把地头别卡金里头货，他只想这一套这一套。这种人都是叫做毗连慢，他不敢想成佛，那么活到老做到老就算了，什么都不问，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如果学佛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些做苦工的通通都成佛了啊。难怪世间上有些人他不懂佛法的，他就随便乱说的，是在我的头啊往牛上西天，就变成这种情况啊、很可怕。那毗连慢要不得啊，不要自甘毗连啊，不要自甘毗连，必定要好好的努力上进啊。所以彼即丈夫我一儿啊，不应自屈而退去啊。佛菩萨都是人修成的啊，那么学佛就要希望成佛啊，你不希望成佛，学佛就变成没有用了，就没有目标了啊，这不要有毗连慢。第七是邪慢，邪慢就是无立时的，无立时身见边见见其见啊，借进取见邪见啊，邪见的邪慢包含无见里面啊，无见统统包含在里面。升起种种邪见错误的观念，那就是邪慢啊、这些慢心呢比刀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它会伤害到你的法身慧命啊、法身慧命都因为这个慢心之刀啊把你斩断了啊、所以这个慢如果越果报刀来说，三界啊、欲界里面有果报刀啊，欲界里面有，色界以上就没有了。如果是恶业刀，凡是造恶业的都比作刀啊，就像慢心一样，那通三界，三界里面通通有恶业刀啊。如果说是烦恼，比烦恼吗？烦恼刀通三圣，不但是六道众生有烦恼，就是三圣圣者啊，菩萨声闻缘觉还没有成佛之前，都还有少部分的维系烦恼，所以都有烦恼道存在的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平常假如你能持念观世音菩萨，学习大慈大悲，有谦虚的心啊、要降低这个供高我慢啊、要把这个我慢心啊慢慢把它去掉啊、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免除这个刀杖之难啊。这是第四刀杖难啊、第五恶鬼难。第五的恶鬼难，经文说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言示之，恍惚加害。这是第五恶鬼难。三千大千国土啊，指一个佛教化的范围啊，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世界为什么叫做三千大千呢？按照印度古代的宇宙观的说法，中间有一个须弥山，周围有七金山、七香水海，香水海出来，七金山出来，外围第八才是一个大盐水海。这个盐水海里东西南北，须弥山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四大部洲，东边东胜神州，南边南赞部洲，西边西牛贺州，北边北俱楼州，这个叫做一四天下。我们住的地这个地方叫做南赞部洲。那么这个一四天下南赞部洲，一个四天下就是一个须弥山，一个小世界，东西南北四大部洲，一个小世界，这就算一个世界，就是等于我们现在一个地球吧。像这样子小世界有上了一千个，叫做一个小天世界，一个四天下，一个须弥山，哈，这样子一个小世界上了一千，叫做一个小天世界。一千个小天世界呀，就叫做一个中天世界，一千个中天世界就叫做一个大天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只是一个大千世界，因为三次元千、小千、中千、大千，因为三个千字三次元千，因此叫做三千大千世界。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就是一尊佛教化的国土了。那么它盖佛的范围呀，古德有这么一首句颂，说初禅伏一四天下，世界天哈，世界天的初禅天啊，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个初禅的这个世界初禅天，正好盖一个四天下，一个小世界，一个小世界啊，初禅伏一四天下，二禅伏一小天界。二禅的范围大了，这个第二禅呢，能盖覆一个小天世界，就是一千个四天下，二禅都把它盖住，那么二禅之下就有一千个这个初禅，有一千个初禅，所以初禅覆一四天下，二禅覆一小天界，二禅天。第二禅盖覆一个小天世界，就是小世界一千个都在这个二禅盖覆之下。三禅覆一中天界，三禅的范围更大了，那么三禅之下有一千个小天世界，一千个小天世界叫做一个中天世界，所以初禅伏一四天下，二禅伏一小千界，三禅伏一中千界，三禅之下盖伏一个中千世界，四禅伏一大千界，到了第四禅呢，第四禅天所盖伏的范围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千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就叫做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四禅天以下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四禅天以下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这里所说的三千大千国土就是指的一尊佛教化的世界的范围，一尊佛教化的世界的范围啊，就叫做三千大千国土，这是一种假定的名词啊。假定三千大千世界国土当中满中夜叉罗刹，可怕呀，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满满的夜叉，夜叉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劫极龟，劫极走得很快啊，有地形夜叉、空形夜叉、天形夜叉，这些夜叉龟都是走得很快啊，
那么如果他没有学佛没有善心的是属于恶鬼，就会伤害众生的啊。罗刹啊，翻成中国话叫做可畏鬼，很可怕。怎么可畏啊？因为他会吃人。罗刹他是把人当点心的，还吃人的，所以罗刹是吃人鬼啊。满中三千大千世界的世界当中啊，满满的罗刹恶鬼啊，夜叉罗刹这些恶鬼都是吃人的，伤害人的。那么他欲来恼人，这些鬼呀、啊、他行恶法造恶业，要来伤害人道众生，恼乱、啊、对于这些人呢、啊、他要来恼乱他啊。那么这些人在碰到这种恶鬼严重灾难的时候啊，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字，如果这些恶鬼听到这个人念观世音菩萨，遭难的人念观世音菩萨，这些恶鬼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是诸恶鬼尚不能用恶言视之，那些恶鬼啊，他尚且不敢用他的恶言来看这个人，看这个念观世音菩萨的人啊、恍惚加害，看尚且就不敢看这个念观世音菩萨的人呢，他怎么敢去伤害他呢？何况加以伤害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啊、意思就是说，菩萨度化众生啊，有折服的方法，就是用伪的来折服他，有慈悲摄受的方法啊，不是折服就是摄受。这些恶鬼呀、啊，用伪的来折服他。观世音菩萨虽然是大慈大悲，对这些恶鬼要伤害众生，那么用伪的来折服他啊，所以使这些恶鬼呀、啊，他对菩萨有感恩之心啊，感戴菩萨的大慈大悲啊。那么因为菩萨的伪的来感召他，嗯、啊。他不敢伤害于人，随时升起慈悲心，所以对于这个人道众生呢、啊，他本来要加害的，现在尚且不敢用恶的眼光来看他，恶言都不敢看他，何况是加以伤害，恍惚加害，那么当然就不会伤害到这些念观世音菩萨的人的这个众生了。这是约四事四项上的解释啊，文字上可以看得出来啊，浅显容易懂啊。偶然碰到鬼是有可能，说这个世界有满满的鬼好像没有这个可能，嗯，这个是说借这个文字来说修观有这个道理啊。先引四证，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呢，遭到恶鬼难而持念观世音菩萨得到免难的事实也是有很多的记载啊、近代啊、我纵然有看到也忘掉了，比较熟的就是南北朝的时候啊，梁朝啊、南朝的梁朝啊，那个时候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很普遍啊，而且据说梁武帝所尊重的那个宝智禅师智公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了啊、所以在当时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很普遍的修行啊、有一位出家人叫做慧卷，慧智慧的慧，卷是简单的卷啊、这位慧卷法师啊，他平常修持功夫很好啊、修观世音菩萨法门啊、那么有一天呢，到了荆州啊、荆州的一个山上啊、那么因为是晚了，没有地方住啊啊、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路跑啊，那么就发生困难，怎么办呢？到这山上来，天黑了，哎，正好看到路边呢有一个民房啊、那么因此他就跑到这个著名的家里要求借住啊，说您这边有房子可以借住吗？我因为路过这个地方啊，天黑了没有地方住，而前面嘛，因为我没有灯也看不到路，也没办法走啊。这个住的人说，我
我这个家里的是没有地方住了，对面有一个房子，不过我告诉你，那个房子啊，一般都认为啊是鬼屋，经常有鬼出没啊。假如你不怕的话，你哪不会家里头去躲哦？假如你不怕鬼啊，你就到那个房子去住吧。我家里是没有地方住了，嗯。那么这个慧坚法师啊，他心里想，鬼怕他做什么啊？说不定鬼还怕我呢，嗯，我就不怕他，我到这个房子去住吧。那么那个晚上啊，他就住在那个鬼屋里面去，嗯。那么他平常都是很用功啊，晚上都在打坐啊，打坐修持啊，用功。到了半夜啊，就在那个房子里面的墙壁啊，就这个墙壁里面呢、啊，冒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啊，很高很大，很奇怪的地方就没有眼睛，没有眼睛，啊。摔着两个大手啊往他前面跑得来了，嗯，那么站在他的面前，哎，他不管他，慧坚法师他不管他，他坐在哪里呀、啊、默默地念观世音菩萨，不管他啊、他一直念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怪物啊站在他的面前，因为他念观世音菩萨就有光明啊，啊，射到他的身上，他就站不住啊，往后退，一直往后退啊，往后退，退到对面的墙壁，他还是站在那不走，那么这个慧坚法师他就停下来不念啊、不念，看他怎么样啊、不念，眼睛看着他，你一不念他就来了，又跑到面前来，跑到面前来，他大声一念观世音菩萨，他又跑掉了啊、就这样子三番五次啊，这个啊、挨到这个天亮啊、这个鬼到天亮他就不能住的啊、所以后来他说，你是个老修行啊，我不能在这里打扰你啊，那我只好离开了啊。那么因此那天晚上他住在那个鬼屋里到天亮也没事，第二天天亮啊，那些住户的人家就来看看，哎，昨天晚上那个师父出家人有没有被鬼吓死啊，没来休息呢、来看看了、结果他坐在哪里微微不动啊，你昨天晚上有没有见到鬼啊？他说看就看到了，我并不怕他，后来也消失了，那么意思从此之后那个房子也就没有鬼了。所以这一类的怪物啊，只要你升起恭敬心、诚恳心、慈悲心，那么他就不会有所作用的啊、因此之故啊，只要你至诚恭敬、念观世音菩萨，那么所有的恶鬼之难都能免除，这是四正观事。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话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善恶皆有报。有一个偏远的山村，那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然而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却都好杀生，不管是野兔、山鸡、蛇、蛙、蜜蜂，只要村里人抓到他们，就会杀掉或者吃掉。哎呀，快看，有一条蛇。嘿，他还想逃跑。可惜这条蛇小了点，不够做一锅汤的。我看还是先把蛇胆取出来吃了吧。嗯，对，趁它刚死，还是先取出蛇胆来吃。这次你先吃，等下次再抓住蛇的话，那个蛇胆就是我的了。好的。这个村里就算是小孩都会拿刀宰杀动物，他们的父母还会以此为荣，认为自己的孩子非常能干。你们在做什么呀？嘘，小声点儿，我们正在抓青蛙呢。小心点儿，别让他们跑了。我抓住了一只，你们快来看。哇，这只青蛙可真肥呀。是啊，我们多抓几只然后拿回家煮来吃吧。嗯，对，我们多抓点。可是抓那么多青蛙，万一它们要是跑掉了怎么办？这好办，我们抓到它们后就先杀掉不就好了。哈哈，我也抓到了一只，非常大只哦。你们看，我在这里也抓到一只了。妈妈，妈妈，你看我抓到了多少青蛙。哇，这么多啊。儿子，你可真厉害啊，竟然抓了这么多只青蛙。妈妈，那今天晚上你煮青蛙给我吃。嗯，好的，你先把这些青蛙带回家吧，我等下回去就煮给你这个贪吃鬼吃。嗯，好了，今天晚上有好吃的青蛙吃了。看我儿子多厉害，竟然抓到了这么多青蛙。是啊，你的儿子可真能干呢。然而就在这个喜好杀生的村子里，却只有一位一心向善的孔婆婆。她为人善良，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一见到被捕捉的小动物就会花钱买下来放生。哇哇，王大哥，你这只兔子是在哪里抓的？怎么这么大只呢？就在后山上。真没想到今天运气这么好，抓到了这么一只大野兔。阿丁，你抓的这只野兔可以送我吗？那可不行，我还打算把它带回家炖了吃呢。孔婆婆，你不会看到这只兔子后又发了善心，打算将它放生吧？是啊，你看这只兔子多可怜呐，还是放掉的好。我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这只野兔，
怎么能说放掉就放掉呢？这样吧，那我花钱买下这只野兔怎么样？这样可以。小兔子，没事了，没事了，你不要害怕，你现在自由了。孔婆婆，你家里又不富裕，干嘛非要花钱买下它放生啊？野兔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杀掉呢？我相信，积德行善，终究是会得到善报的。而放生就是最大的善举。这个孔婆婆真是个怪人，我们村就她行善，我也没见到她家得到什么善果。对呀，我看这个孔婆婆的脑袋一定有毛病。孔婆婆不光花钱买动物放生，她在河边看到离开水的田螺，便会将它们送回水中，在地上看到被水淹的蚂蚁，也会出手救助。小蚂蚁呀，你们怎么会掉到水里呢？哎，孔婆婆，你蹲在这里做什么？刚才我看到有几只蚂蚁落入了水中，于是我便将它们救了出来。孔婆婆，不就是几只蚂蚁吗？你何必要救他们？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救助生命可是积阴德的大善事啊。不就是救了几只快要淹死的蚂蚁，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也能积阴德啊？当然了，救罗救蚁都是阴德，不要以善小而不为啊。几天后，孔婆婆突然染上了痢疾，而且病得非常严重，于是他家人决定带着他去山上的寺庙调养身体。老婆，妈这次病得好严重，最近天气又热，我看不如带妈去山上的寺庙调养一阵子吧。我也是这么想的，至少山上比家里凉爽一些。妈，我背你去山上的寺庙里住几天吧。也好，家里又闷又热，我真有些受不了了。你们看，这个孔婆婆不是整天说放生得善报吗？她经常放生护生，还不是照样会生病？对呀，我们天天杀生却一点事都没有，他天天放生却病倒了。由此可见，什么因果报应都是骗人的。是啊，反正我从来不信什么因果报应。不跟你们说了，我今天得去河里捕鱼去。老施主平日里一心向善，肯定会得到菩萨保佑的。我相信您的病会很快好起来的。这间屋子通风透气，您就在这里休息吧。好的，那就多谢师父您了。孔婆婆来到山上寺庙的当天晚上，上游的河堤突然崩塌，洪水排山倒海般沿着河道冲了下来，山下村子里的居民大都被淹死在睡梦中。怎么会突然山洪爆发呢？哎，半夜来的洪水，大家都跑不了的。真是好险啊！如果我们没有上山的话，那昨晚也会被淹死在家里的。阿弥陀佛，这都是因为老施主居心仁慈，一直放生护生，所以才得到了菩萨的保佑啊。孔婆婆平日里的种种善举，让她最终得到了善果，而那些喜好杀生的村民们，也因此遭到了严厉的果报。
由此可见，善恶终有报。这话一点都没。